我第一次见到三藏，我就知道今次濑嘢。喂，你就系 Feature 2047啦 ？Monkey King 1984 ，Nice to meet you。我系咪喺边度见过你？边度见过？哦，你而家又睇我 YouTube 啦。我的 channel 好受欢迎噶，你有冇揿我钟仔先？你拍啲嘢好无聊下喎。吓？唔系喎，好过瘾噶喎。系。嗰一刻我就已经确定自己已经濑咗嘢，只不过冇估到会濑得咁紧。成件事都系由观音而起，观音揾咗三藏，委托佢去取西经。当我见到三藏接受委托时，我觉得三藏个反应好奇怪。三藏个反应好似好受伤咁，我知佢觉得好受伤，我唔知点解，但我好肯定，因为我都感觉到嗰一刻我都好受伤。我要好好护送你师父去揾老西经。我一定会好好保护师父。有咗佢哋帮手，你一定可以排除万难攞到西经翻嚟。你放心，我唔会令你失望。我信你。但系西经到底系你？你要相信我。我信你，但系西经到底系你？如果你信我，你就要相信自己，因为。我相信你，我信师傅信，我都信。我当时好肯定咁话，我都信。但系我到底信咩呢？我自己都唔知道。我相信一件自己唔知系咩嚟嘅嘢，然后出发去攞一件自己唔知系咩嚟嘅西经。但系嗰一刻，我真系真心想去相信。我想同师傅信埋同一样嘢。我始终都想知道，当你找到西经，当你拿到手的时候，你就会知道。但如果我不知道是什么，又怎样拿到呢？那你觉得你会不会找到自己一生最爱？当然会啦。你是谁？你现在是谁？我不知道。那你怎么知道自己可以找到一生最爱？因为我信，我相信我会。我相信你，我相信你会找到西经。第一次集结的时候，我就已经有一种很怪的感觉。不同背景的四个人，甚至不同物种的四种生物，在奇妙因缘下聚在一起，为了一个特殊任务取西经。但是大家站在一起的时候，一点陌生感觉都没有，就好像大家是注定要聚在一起一样。那时候我们根本不知道，我们根本不是第一次集结，其实我们已经集结了70多次。喂，你忙什么？你唔望我，点知我望你啫？小学鸡嗱，今次你望先啦。喂，今次我哋出嚟系同师傅做嘢，唔系嚟玩噶。我觉得你有啲面善啫。我系咪边度见过你啊？冇，肯定第一次见。唔系喎，你有拍 YouTube 噶，我 subscribe 你个 channel 噶。你成日拍自己送外卖噶嘛？咁咪点啫？真人同拍片唔同噶，你唔好咁多幻想啦。好奇怪，一嚟到西天，我哋就马上揾到路。点解我哋会认得路？明明系第一次嚟到西天，嗰时我哋唔知道，其实已经嚟过70多次。喂，呢边啊？系呢边喎，厕所嘛。我哋都唔系去厕所。我急喎，你都急噶？我嚟系取西经啊，唔系嚟去厕所噶。但系我急喎。咁你急啲啊，定系取西经急啲啊？咁你急唔急啊？咁俾你讲讲下，好似真系急。
你点知呢边有厕所噶？咁佢呢度有个牌写住啊嘛。我哋明明第一次嚟到，但系大家都好似嚟咗好多次咁。后来我哋先知道，我哋原来已经嚟过79次。呢一次其实第80次嚟到，我哋四个人觉得自己好似一直都喺旅途之上。我初头以为呢种感觉系紧密嘅团队联系感觉，系一种基本感觉。但事实上，我哋人生大部分嘅时间都系一齐旅行紧。我哋喺同一条路上一齐旅行咗70-80次，每一次旅程都用咗一年嘅时间。我哋已经一齐旅行咗80年，但我哋嘅主观感知上，每一次都系第一年。我哋系为西京而嚟，但我哋唔知道西京到底系乜嘢，唔知道西京点嘅样，但我哋总系一眼就认得出，呢个就系西京。我哋一眼就认出西京，我哋以为系自己同西京有一种神秘嘅联系，但系嗰个联系其实只系记忆。我哋已经系第80次去西京，我哋根本已经认得西京，但我哋总会忘记。我哋记住咗，但偏偏忘记咗自己已经记住咗。呢、这个就系西京，呢、这个就系西京。呢、这个好似系个盒嚟喎，边有盒成只蛋咁噶？花樽嚟嘅，我话低能，边度有花？边度有窿插花啊？呢、这个就系西京，我肯定。师傅小心，唔好就咁打开，可能有陷阱。你信我，呢、这个就系西京。咁重要嘅西京，点可能咁易攞到啊？点可能冇看守啊？喂，唔好意思，啱啱行开买个 lunch 啊。西京系由一只叫牛魔王嘅妖怪喺度守护，后来我哋先知原来系观音委托牛魔王守护西京。明明系观音要求三藏去取西京，点解观音又会要求牛魔王守护西京？到底观音想三藏取得西京，定系希望牛魔王守住西京？喂，西京喺度，攞去，冇理由咁顺摊嘅，梗系有蛊惑。咁啊，一系咁啊，你有冇烟啊？哦，有，嚟抢住抢。喂，南明老狗，食薄荷烟嘅咧？烟都有性别嘅咩？是但啦，嗱，见你咁好请我食烟，西京来啊！师傅果然有古怪，呢、这个西京系假嘅，绝对唔可以掂。一系俾少少钱打发佢啦。哎，都好，嗱，好意头啲，888.8。嗱，若然你冇，8.8都杀。肯定有古怪，佢话明系守护西京嘅，点可能唔打赢佢就攞到西京嘅？啊，睇唔出你咁捻聪明啊！竟然被你发现了，要打赢我才可以取西京啊。我拍 YouTube 的，你猜我拍抖音那些傻逼啊？是的。好，那我现在跟你打，若然你赢了，西京你就拿去， OK？ 好，来吧，来啊。要取得西京就必须打到牛魔王。我本来以为这个将会是取西京过程中最大的挑战，估不到牛魔王根本不堪一击。牛魔王根本没有对抗的意志，牛魔王说自己守护西京，他到底守护什么？果然好身手啊。你是不是玩嘢啊？唉，昨晚喝多了嘛，来啊，西京拿去啊。三藏打开西京那一刻，我忽然记起了一些东西。我知道要阻止三藏，绝对不可以让三藏打开西京。我们之所以会一次又一次地失忆，就是因为西京，西京会令我们通通失去记忆。我们其实已经第80次取西京，周而复始，不断循环。我忽然醒起，我已经是第80次打赢牛魔王。
车牛魔王过去80次，从未认真出手，直至今次。喂，你打赢咗噶啦，你好劲啦，打开佢啦。我唔开。咁我开啦。唔好开。做咩啫？你都打赢咗啦。我觉得佢有古怪。有咩古怪啊？打交嘅嘢唔系你打赢佢就佢打赢你噶啦，咁而家你赢噶嘛？佢哋冇都冇得到，仲边打边食烟，边人咁样打交嘅啫？喂，冇规定话打交唔可以食烟嘅喎。你一直都挂住食烟，根本冇尊重过呢场交。咁你想点啊？我要见识你真正嘅实力。唉，你真系好卵烦。诶，我唔知西经系咩，但我肯定呢、這个会令人失忆嘅西经。是为了阻止我和三藏感情发展的机关。每一次当我们的感情开始萌芽，当我们开始 feel 到对方的好感，他就会洗走我们的记忆。要我们由零开始，我们的感情永远只是萌芽，永远都开不到花，就是因为这个世纪。我现在才真正明白牛魔王所谓的守护世纪，其实是要确保三藏打开西经，保证他被洗脑。节目记得 like、comment 同埋 share 我哋嘅 channel， 收睇最强频道，订阅热血时报。